觉得胃变得好无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世界》。今天我要来挑战00地铁计时赛，打赢任天堂。任天堂真的是非常简单啊，只要不要像曾洪教一样笨拙，其中不要开港可以跑20次就够了。你若别还敢，我真的跑了二十次的成功了。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我的基本上是追求55。刚好我礼拜一停课，我妈让我中午玩，我就录了一个极尽城市的例子赛。哎，好烦哦！29次观看，有9个留言。才29次，我一个小时就可以35次。喂，你也太扯了吧你！各位观众，我们00地铁还是保持00地铁的策略。请问你们觉得我到底讲了三什么？啊，我没按照跳台加速，没关系吧，各位观众。反正我们只要目标是比曾洪家强，这个目标应该非常简单，因为曾洪家本来就不强。来，我们在第一圈的中。我都不懂哎，我的马里奥奥德赛第十集，只要随便做的就是连奶运动电动水，我就只有八个人看哎，真超难卡比，没有那么多人看，我都不懂哎，都不懂。哎，00地铁第三圈超难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真的是任天堂吗？喂，哎。这真的是任天堂吗？我第二圈已经赢他了，超过半圈的，我还一堆失误哎。我目前第二圈跑完已经赢他10秒163了，我还有一个香菇哎，我卡住了啦，白痴哦！对不起各位观众，我真的要重跑一次，这成绩我不太满意。我们这边向外侧甩，这边一定要甩到非常内圈。厉害，我就厉害，我不会跑。这里地铁我真的太难了啦！地铁要赢任天堂真的太简单了。我看一下 1分57秒521的01地铁。还卡住很久哎，我赢了任天堂快要10秒哎，这0.05秒哎，那我太久没玩了，而且我还卡住哎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以上就是这次00地铁的攻略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感谢你们看到最后，我是小世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